形容这一路的青涩懵懂，那些心里的梦是否还在不安跳动，该怎么去触碰曾有过的抱歉激动，庆幸那些鼓励没随风流逝之该在眼里还是心中，落幕或者平庸是否只是盲目跟从，谁是你的观众，你又曾经让谁感动，突然还是主角，也许只有自己最值得感动。